你好，美女，看需要点啥？我有想要点事儿麻烦你。没事，你讲。我手上有两块币，但是我不太懂，我让你帮我看看。没事，我看一下。啊。这两块音乐，这两块都是音乐，不过不是咱本土的音乐。外国嘞。对，外国的音乐，看来你还是懂啊。因为这上面写是。的那跟咱不一样。对对对，这是坐样，我们俗称的坐样，正面的是。自由女神坐像，所以我们简称它为坐像。背面呢就是麦穗嘛。然后您看一下，应该这样给你弄过来。嗯，这个还连块不通嘞。你看你这个，这是不是上面有个 A？哦，我看到了，然后这个没有，这个的话就属于不一无样。字板，比这个小贵一点儿。然后整体看一下这个吧，你这个属于应该是清晰过了，你看亮晶晶的。嗯，然后是这嘞。也有点花，哦。这也有点花。这个的价值会低于这个，看这个吧，好。这个你看原汁原味，没有洗，保养正常，而且嘞也没有大的划伤，有点小擦拭，这属于流动痕迹。但是它俩的价值都不高，这都是真的，都是真的。都不高，嗯，今天大开门的东西。东西是真的。我跟你说咋回事吧，老板，嗯，你讲。俺有一个老同学，然后平常不咋联系，然后同学聚会的时候联系上了，联系上了，然后他跟我说，他手上有几百块币，这都是其中的两块，几百块币，然后我掏钱先买两块，他买两块，他说嘞，就是咱国内的音乐现在就是涨价幅度特别大。对，然后那中国人，你像咱中国人用那中国币是吧？肯定大。然后他那国外的币现在属于低估，就是现在低估，但是以后会100%涨价。100%涨价，对，能，然后嘞，这个挺不错的，然后挺不错。我跟人家说的，我回去跟老公一商量，我跟人家说的非常对，但是我对这个东西也不懂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因为那个钱也不会少。所以说，我比较谨慎，这然应该的。后我专门找你那大店过来，你帮我好好的看看，仔仔细细的，然后给我说一下意见建议是啥？那我稍微打听一下，啊，这个他给你多少钱一块？多少钱一块？这一块800，然后许诺你以后百买会涨。100%会涨价，叫我大赚一笔。是这样，美女。说的是很，我感觉我听了很对，然后我比较有诱惑力。明白你说的意思，你的意思就是，你认为他说的很对，咱国内的涨了，外国的没涨，处于对低呀，谷，现在抄底，以后白买大赚。对，然后你跟你老公都商量了，挺认可这句话了。是的，是这样的，你，这个他说的有对有不对的地方，不对的地方是啥吧？首先，咱普通老百姓啊，肯定认为物以稀为贵，中国钱多，这个钱少，认为它会涨。但是嘞，这个涨不涨的几率咱也不提啊。你首先800一块，你能买高吗？买高了。对，像这个品相啊，像这个品相就五六百上下，500，上下，就是我买你也就值500吗？对，五六百上下，市场价，这是其一。其二的情况下呢，物以稀为贵是不假，但是市场有人玩才会产生市场，有人才会产生市场。目前这个外国音乐啊，市场并不火热，谁也不能保证它百买会涨。如果它百买会涨，只要提白买，都是骗你的。谁能保证？因为你既然说他算一个，比方说算是个啥买卖或者投资啥吧，谁也不能给你保证白买。800块钱很高，如果你批量几百块买的话，价格会压低一点，在五六百的基础上再压低一点。所以我说我就先买2块嘛，对你这个状态是挺好的，先学习先问问。恁这老同学想要多少年没联系，突然给你联系了，他没亲戚朋友吗？有这好事他不会带亲戚朋友吗？带你个多少年没联系老同学，都是套路。你们那比较热情，知道吗？说的有鼻子有眼儿的，我记也。好，不要相信白买，没有任何东西是白买的。但是币是真的，价格卖高了。哦，值500的东西，他卖我800。那再几百块钱，再卖你几两百块。块1600。反正这个不提。那知道了，那老板，我谢谢你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我心里也有底儿了，走，知道咋回事有了。事多打听打听，多问问，是。基本上都可以避免一些套路。是，你说的非常嗯，对，现在这好，个社会真是好，走谢走，谢你，慢早着点啊，走哈。好，慢着啊，美女。好。